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玩 VR 的姐夫。这一期是临时的特别加更节目，因为刚刚在 Reddit 上面收到消息 ，Oculus 商店正在做全线软件75折优惠哦，只限手机的 Oculus App 使用。我不知道这个优惠会持续多久，所以有喜欢 iPad 要买的玩家要马上行动了，只要在购买页面添加这个优惠码 Mobile25 就可以了。根据自己测试，几乎是所有的软件都打折，无论是 SuperHot VR。设计音乐游戏 Pistol Whip， 躲避球游戏 Blaston， 或者是新推出的 Roguelike 恐怖游戏 Cosmo Dread， 全部都是75折优惠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已经在打折的软件除外啊，没有折3折哦。如果有手速快的玩家观众买了，你会先买哪一个呢？串流软件 Virtual Desktop， 视频播放软件 Skybox， 还是刺激游戏 Population One？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不要忘记评论、收藏、订阅茶玩 VR， 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。这里是茶玩 VR，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教程的 Oculus Quest 爱好者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